会吧，因为他想会加他进来，但挪回来很难的，他就先把他自己先把人头他先放回来。带出了12个人，然后另外在7点的时候呢，由秀截至现在为止哦，刚才在六合桥下我们的拦截所也有发现一具成人男性的大体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确认，看身份是什么。所以目前还有一个大衣、蓝色的上衣哦、粉红色的这些裤子，还有一些见过就是，所以同仁在做搜索是不一样的哦。他们可能穿着雨衣，他们可能穿有颜色的衣服，这些都是在搜索时候特别要注意的。那我们整个第一组的同志哦，我们一共分成7个搜索点啊。那今天一共有7个大队，包括各大队、八个大队在，我们各大队分配1个搜索点来进行搜索。因为今天的天气状况比较险，尤其是到旁边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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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2点多，摩铁车库内一对穿着白衣的男女准备开车外出，而这竟然是这名女子的最后身影。两天后，她再被拍到，已经是在医院，她躺在车内没了气息。在她的男驾驶还有驾驶朋友手忙脚乱的赶快把她送进医院急救。男驾驶是76行者遗体修复团队的召集人陈修匠，女子则是他22岁的胡姓女友。陈修匠女友手和脚踝都有大面积淤伤，急救半个小时宣告不治。法医高大成研判，乌青的血，有红的，有乌的，还有较黄色的，就是表示这骨老人了。他已经长期在家暴了。警方调查，陈修匠在10月8日带着女友住进彰化埔心一间摩铁，4天后曾换房。10月13日，两人曾短暂外出1小时。10月15日凌晨，陈修匠载女友到医院急救，两人共处至少1个星期。检方认为陈修匠设有重嫌，是被害人头部撞击重物，硬脑摸下出血等伤害致死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在住进摩铁前，女友才紧张地透过朋友发文找陈修匠，人找到了，还一起入住摩铁，没想到竟然回断男友手中，异常冷静沉着，对案情避重就轻。警方透露，陈修匠直到女友解剖前，他都否认犯案，坚不主持，起争执疑似和感情纠纷有关。他疑似怀疑女友和另一名男子关系不清，因此对女友施暴致死。女友在解剖后，遗体送回桃园住家，而法院对陈修匠裁定收押禁见，后续厘清犯案动机。用得到的伤口有那个创伤，有撕裂伤的。在我们的政府在律法上，希望可以能够去修正我们现在的法律，让对于。那我们也跟他表明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说愿不愿意来当妹妹的干妈，让她来当我干妈。用得到的。